過上一集的結果啦，咁我哋就成功踢走了 Alex 啦，咁多位，真心開心噶，我哋就換咗張。歡迎你加入我哋呢一個大家庭啊！祝福我哋！哇！咁多位大家好，喂，你停咪先。咁再一次歡迎大家啊！今日大家都著得好鮮豔啊！阿希要著啊！我睇你哋著已經好開心，佢係黃色喎，佢有戰隊加入，海南戰士有著曬喎！大啲大啲大啲！我有兩個文倉妹妹啊！快啲啊！又要再邀請大家再自我介紹一次。我是穿了小學校服的花花。你幾歲啊？我十歲。Hello， 我是花花，我是致力要吃完呢度所有薯片的花花。這個糟畜咧就同我今天想講的 topic 有啲關係嘅。我是 Joy 沙係。咁我今天就同心華做一個對比啊，我的君好妹妹。臭哥哥。寧願沒擁抱。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 Joyce 啊，听到大家的民意，所以我今天回来做主持的。你是变魔术啊，还是街头艺人？我今天是这个葵涌舞王小夫。今天试一下一些新花样。This is John the B。 咁我想问你隔篱嗰个是 partner 啊，定是竞争对手啊？喂喂喂喂喂喂喂，原來今天是第六集，我幫我搶仔，今集就非常期待了，因為我沒有試過穿這些這麼sharp型的衣服，那不知道稍後會發生什麼事呢？不知有意。好，我們最後的車長嘉明，大家好，我是天水圍的 Michael Jackson。 自己大力先。 Sorry， 少虎太高我看不到。這個就是那些年我們吃過的懷舊雪糕和雪條，是因為我有一天想吃這個紅豆雪條，然後我去 7-Eleven 買，沒有，然後呢見到一隻很鬼似的，它又是紅色的，但是結果呢它是脆皮雪糕來的，好生氣，是你以前吃開的那種味道，然後就令我想起，哇，現在紅豆雪糕就只有士多才有，然後還有我以前放學呢我就會衝去小食部買這個牛奶棒朱古力，朱古力圓筒那個呢勁好吃，那時候4元，現在紅豆雪糕要賣6元啊，那些雪糕筒那些呢明明很便宜的嘛，以前現在已經賣到成10元了嘛。哦，有一隻橙味同埋橙冰同埋檸檬咧，好好食噶，而家有人買唔到。即係以前嗰啲雪糕，係啊係啊，唔係木噶，係膠噶。跟住然之後上面有隻公仔，跟住之後你就可以換多支雪條，好似抽獎咁啊。唔係你哋冇食過一隻咧，係好似條蕉咁樣咧，你要搣。有。係啫，係啫。大家有冇食過其他懷舊小食啊？四方果有，即係借你咯。係啊係啊，但係都呢個都唔好似唔屬於我嘅童年。點解啊？因為我比較少食啊，即係我冇乜印象啊對佢。大家有冇食過啲嗰個冰？芝士冰啊，芝士冰嗰啲花條又係啊。我通常會自己一個食兩次。你咪獨生女啊？係。唔怪之啦。我記得個童年回憶係魚肉腸咯。講開要零零嘅，而家都有。但係而家嗰個頻率會少咗，或者你見啲小學生咧，我覺得佢哋冇咁食得多呢一啲嘢，佢哋食嘅嘢唔同咗啦。而家食嗰啲咩鮮辣條？咩鍋魚？雪奇蛋咯，雪奇蛋係我好中意。雪奇蛋你哋係有食有學嗰只噶嘛？咩都學，有分到學咁樣。唔係，係啊，係啊，要分嗰只，要分嗰只。而家都仲有啊？唔係，唔係分嗰個啊？唔係，唔係分嗰個，係舊版。可以噶嘛？係跟住，然之後入邊仲有個蛋咁樣噶嘛？係係係，係咯，揼開佢，跟住入邊有隻。係揼開佢嗰個。係咯。但係嗰一隻版本嘅出奇蛋係最好食噶。哦。但係因為而家嗰只係張紙醬咯。sorry 啊。笑夫樣，而我好想加入你哋嘅童年咧。我可能有啲未接觸過嘅嘢。因為你後生啊。係，可能後生。唔緊要，我哋就講下後生啊。好，我今日試日嘅 topic 咧，舊時同而
家自己的變化。我夠屎，同人傾親偈啦，到咗個年齡，到咗個年紀啦，跟住咧，大家咧就會講就係話啊，你同以前好似唔同咗喎。同埋我最近又喺度聽啲人講就話，你以前如果你係中學嘅時候，你唔係好活躍分子嘅，你好接嘅，跟住你可能一出社會或者你讀大學咧，你就開始好喐。咁但係咧，你以前中學咧係嗰啲勁喐嗰啲人咧，你反而去到大學咧，或者出咗社會之後就會好接。咁我就好好奇，到底係咪真有其事？我認同啊。咁你又係邊一個相反啊？我想我係前者咯。呢個係有對比嘅，係好明顯嘅。作為呢一個中學識咗十年嘅朋友，佢以前係嗰種好接嘅獨立自己嘅空間，但係冇而家咁 socialize 嘅。我想開始做幕前咯。咁人哋話今日咁，你對住鏡頭嘅敢於去 show 自己唔同一面噶嘛？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係比較嗰啲唔係好集中嘅人咯，即係咧我係嗰啲反應又比較慢啊。你望嗰邊。唔係啊，你反應都幾好啊，繼續。即係啲人咧係話我咧無啦喺度發，佢無啦喺度發吽豆啊，或者我覺得我好似唔聽人講嘢咁。其實我真係反應唔嚟咧。哦，即係你而家咁望咗，已經係有進步啦，係。係啊。咁要望多啲喎，梗係啦！你咁靚女，梗係望多啲。哎，你真係識講嘢啦！咁其他人咧，其他人覺得你靚女，唔係。我以前中學又係嗰種好接嗰啲咯，最近咧就執屋啦，揾翻嗰啲而參加完活動咧，咪有嗰啲卡嘅，每個人都寫哇你點點點點點。之後我發現我中意嗰張卡咧，係全部都係話我好中意玩手機同埋睇小說。咁你而家係你覺得自己都有改變到多講咗嘢？因為我上一份工係要打電話，亦都一定要講嘢。你想唔想彌補翻你中學嘅遺憾？打電話。咁兩位男士，你覺得自己同以前有冇變化？因為我以前咧，我直情係冇俾人畫花過我個校服，我係接到一個電話。我都好接嘅。中學嘅時候，我係唔算唔講嘢嘅，係都係同阿 Alex 一樣啦。可能真係接觸幕前之後，就開始啊，可以講多啲嘢啦。因為嗰陣時我有玩 drama club 嘅，就令到自己開始對演戲咧。有啲興趣咁樣啦，跟住慢慢就可能讀個演戲嘅 course 啊咁樣啦。諗翻以前就係、是、真係講多咗好多嘢。咁你中唔中意而家嘅自己啊？我覺得自己而家跌翻咯，而家係即係向翻來啦。係啊，應該點講咧？好似出到嚟社會啦，大家朋友即係唔係話好多咁樣，同埋圈子都比較窄啊，慢慢好似冇乜。朋友可以傾偈咁樣咯，即係啱又聽到中學又聽到大學啦。其實咧，會唔會你哋會即係可能由小學轉換成中學個階段咧，會想革新有一個新嘅，即係唔好再頹，即係唔好再頹落去啦。跟住然後我有一次就係中學畢業啦，咁我有個 best friend 嘅，畢咗業可能一段時間啦，大家都自己有學翻啦，就無啦出咗嚟食咗幾餐飯，咁然後咧。就突然間同我講就話、哦、其實咧，我覺得我哋都唔算話好 friend 啫，即係好似分手咁樣咯，即係冇，即係我哋絕交，係啦係啦，真係有事咯，係啊，有嗰啲韓劇嗰啲 BGM， 唔係主要就係咧講完之後咧，我從心底裡覺得好嬲。跟住我就以後冇再去同佢聯絡過。但係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重新認識嘅機會咩？唔係，我就係諗緊佢係咪想上到大學唔好再羣埋以前嗰班人。唔係嘅，有係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嗰個習慣，上到大學之後你要將自己 IG 嗰啲相咧全部變曬佢，黑歷史咁樣。係啊，而家如果你將即係突然之間揾翻你嘅話，咁你會點樣去應對？其實有噶。即係因為 best friend 嚟噶嘛，咁你唔多唔少會即係諗翻佢啊，即係我嘅意思係即係你朋友之間，即係同就算同其他人，可能以前都會知道我同第二個人係 best friend 咁樣嘛。咁當講翻呢個人嘅時候咧，話咧我會諗翻佢唔好嘅地方，跟住就有啲抗拒。少夫歌到你唱啦，係咪先？即係講分手都可以講再見啊嘛，係咪先？但我都明白的，即係你曾經有幾咁中意，或者那段感情幾咁美好，你就有相對應嗰份恨啦。因為呢個問題咧，我聽完曬大家之後就覺得，哇！你哋全部人都係咁樣嘅喎，其實我都係咁樣嘅，即係好典型嘅學生妹啦，跟住就戴住一個四方綠色眼鏡啦。
我有自己的 friend 群嘅，我的 friend 群是隔離班的，即永遠都不會同一班。跟住我入到大學之後，我就覺得哇，我覺得我要轉變一下，我終於可以自由啦咁樣。跟住我的社交模式先開啟咯。但我覺得就是其實你不是本身冇呢一樣嘢咯，你係某程度係你係壓抑咗，或者係你其實都想揾人同你講嘢，或者係啊，你係一定會有個位置，你係好想去認識人啊，或者你有另外嘅一面，你都係想俾人知咯，係想睇你之後想變成一個乜嘢嘅人。而我就會有時喺度諗啊，咁到底我而家呢個自己係咪我呢個自己咁樣咧 ？That's why 我就會問你哋呢啲問題，但係我又覺得。我樂於見而家呢一個自己嘅喎，咁但係我有個接鏡一面，我都仲未俾大家睇到噶嘛。我翻到屋企之後咧，我就喺煲度玩噶啦，就係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有唔同嘅一面咁樣，而你要中意自己嘅唔同嘅每一面咁樣。哇，好大愛我今日，講得好，好有光芒，講得好，有光位喎，多謝大家。雖然都我不知道對大家算不算有趣啦。你個人真的很悲觀啊！我的眼睛被縱壞啊！咩意思啊？即係 IG 啊，或者係啲所謂短視頻啊，令到大家縱壞咗自己的腦啊！令到睇唔翻一啲可能好有深度或者有啲篇幅，係啦，我自己覺得是可惜嘅，即係好似我近排借書嚟睇。我續借了第四定唔知第五次我都未睇完，我只係睇咗半啫喎。演員的自我修養，類似啦，類似啦，係啊，類似啦嚇。咁總之是我有興趣的嘢，但我都好冇耐性去睇喎。但是人哋俾你借書呢兩個禮拜嘅限期是 expect 你睇完噶嘛？死啦！我的專注力唔通真係咁低？即係如果想嘗試急速少少睇咧，已經 miss 咗入邊啲內容，已經消化唔到啦。咁睇嚟嘅意義做咩呢？咁不如就冚埋瞓覺，早啲休息咯。即係我就會陷入呢個循環咯。作為一個電影，即係讀電影嘅學生，其實睇唔到一啲需要消化嘅作品咧，我做出嚟嗰啲嘢唔會有深度，或者係吸收得唔夠多，好幾大鑊呢樣嘢。I know that feel, bro. I know that. I know you. 唔係，其實而家大家都面對緊呢個問題啊！而家有啲咩五分鐘睇完一套，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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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睇到好多大人喺度睇。其實我係有某程度係摧毀咗成套戲咯。最可悲嘅係你要咁樣先至可以吸取到套戲，因為你根本自己唔會睇得上。同埋啲人咧有咁嘅心態，即係大家都掛啦，時間就係金錢嘛。咁如果嗰套戲其實係一套唔係咁好嘅所謂嘅爛片咧，咁你哋都會覺得話，哦，嘥咗成一個零兩個鐘睇呢啲咁嘅嘢，咁倒不如我睇幾分鐘。所以其實呢個某程度上一個過濾嘅一樣嘢，因為我都係睇咗五分鐘了解足卡即係小丑呢套戲，跟住我先哇幾正喎，等我去電影再睇。我會的喎，我會的喎，就好似被人劇透咗啦，都未。但係因為好多細節噶嘛，唔係，因為佢五分鐘係講咗佢理解嘅嘢，但係你未從你自己嘅角度去理解咯。呢一個 topic 我仲有一樣嘢想帶出嚟咧，就係、是、你會對好多嘢失去咗興趣。係啊，好多 Disney Plus 啊、Netflix 啊，其實好多嘢俾你揀，好多嘢俾你睇，但係你永遠就係加入咗自己片單之後，係冇係我都係啊。取而代之就係五分鐘嗰啲啦。然後 我自己有個即近排有個習慣，就是真的入戲院看戲，咁即係逼自己，即係有儀式感，你起碼買咗買，即係有錢咁樣。你坐到戲院咧，可能播到中段或者係啦，就攰啦，然後就出戲，好出戲咯。好似計緊時，佢究竟幾時完咧？我覺得係 COVID 嗰個老毛係嘛？因為我覺得 COVID 嘅嗰個時代，令到我哋大家咧都停滯咗 video 咧，掃掃掃掃掃掃咁樣。尤其是病嘅時候，尤其是病嘅時候，你唔會睇書噶嘛。然後我發現我自己有呢個症狀嘅時候咧，我再有個激進少少嘅方法。就是看舞台劇，因為你想尊重翻台上面啲演員咧，你就會好專心嘅。但我發現呢樣嘢咧，都已經俾我即係都已經係啦，都已經激俾我激破咗啦。唔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唔好玩咁多 social media， 因為嗰啲短視頻就係啲 social media， 你碌完之後又推薦俾你，繼續碌碌碌碌，永無止境啊！你自己都揀唔到你自己睇緊啲乜？係啊 ，IG 就係最致命嘅係佢除咗你。即係你啲短視頻之外咧，佢集合埋你社交嘅功能。至於我某程度上我離唔開個 app 嘅原因，唔係因為個短視頻，係啲朋友，係因為你啲朋友。但係又有一張嘅，越多一啲短視頻，佢哋質素越
低，但係佢哋產出嘅創意又越多喎。嗯，呢個又真係有 balance 所嘢。嗯，又好又壞咁樣。香港人係咪好 mean 咧？你會發覺由細到大咧，我哋即係好少去識得讚美人哋。即因為我自己就係細個，我就係成日咧，我身邊啲朋友或者係我屋企人啦，好少讚我細個時。係、嗯。即反而係成日鬧我，即係話我譬如話，哎呀，做咩成個傻仔咁樣啦？啲字寫得咁醜，或者係，哎呀，點解你整到咁咁咁？總之就係係咪都彈咯？佢覺得，哦，你做得好係應份嘅、嗯，但你做錯嘢就一定要鬧咯。朋友都係嘅，又話著衫著得靚，譬如話你今日去溝仔溝女啊咁樣，但你著得樣衰就話，哎呀咁孏啊！我覺得其實香港人有面有面，見人就講人話，見鬼就講鬼話，呢個係一種自己保護自己嘅一種方式咯。東方文化嘅問題嚟嘅，你係人嚟噶嘛？你係可以做到，我做到，點解你做唔到啊？隔離個仔啊，因為今年考第一啊，點解你冇啊？轉佢點都會講一句，加多句咩？生嚿叉燒好過生你，係啊。佢好似樣樣嘢都叫面，但係其實你講嗰句嘢其實係勁惡毒噶。咁我哋自審下先，你覺得自己面唔面啊？係，我哋交俾我哋最 real 嘅，就係最直白嘅係我。歐文，你覺得自己係咪嗰啲禮貌派，定係嗰啲隨意派？唔係啊，我唔係，絕對唔係禮貌，我個比較 real 啲。唔好意思，要打一打岔，就係咧，好多人成日標榜自己，我唔係話你啊嚇。哎，係喎，真係咁樣喎。喂，其實好老實講嘅，面你覺得我面唔面咧？因為我自己審視唔到我自己面。唔係你蘇花嚟講，你可能之前都同你相處過一排啦，可能你對住其他我唔知噶嘛，係咪先？有時。好 real 嘅嘢，對於其他人講係可能好 mean 噶嘛。哎，呢個又係一個好好嘅 point 喎，因為有時即係例如我同啲特別熟嘅朋友，我哋係可以叫做大家嘅承接能力會高啲啦。但係你越 close 嘅人越 mean 咧，就越 hurt 咯。係啊，咪要講出聲咯，係即係有底線啊！你個人係有，因為我試過一次嘅，我就係同我中學同學喺度傾偈咁樣，因為本身佢講嘢真係超 mean 嘅，十幾年朋友喎，大佬。跟住然之後，但係佢有一次講到我係。我唔係喊，係火滾啫，係純粹係，跟住咪爆佢咯，係啊，跟住但係最尾佢都有同我講翻話 sorry 咁樣。其實佢同你講 sorry 已經好好。係你又有係喎，你啱講敘述翻你嘅所見所聞嘅時候，我又諗翻我 best friend。又係嗰個 有一次，即係類似有第三個同學啦，就突然之間話我靚仔。咁咧，咁嗰陣時嘅我咧，係成塊面都係暗瘡嚟嘅，即係係嚴重到紅曬，跟住 Jacqueline 嗰啲啦。即係我 best friend 咧，就即係你就瘦把啦嚇。佢真係咁樣托住我塊面咯，跟住就話嚇靚仔塊面咁喎，咁樣月球咁喎，咁樣。我俾佢講完之後咧，我第一時間覺得好冇面啦。同埋我好嬲，又對我 friend 好失望，跟住我係有啲眼發淚光嘅嗰一刻，好過分啊！係啦係啦，好過分啊！但我就即係我自問唔識鬧人。過一排之後咧，我就同佢講翻，哇！你嗰次好即係我好 hurt 咁樣啦。跟住佢覺得冇事，覺得你哋班友平時都係咁樣講噶啦，有啲係有啲覺得自以為是噶嘛，即係你做得點解我唔做得，但係又冇分清楚個 situation 嘅。即係譬如話，我有 friend 啦，咁佢係我由中學識到佢，唔係呢個啊嘛。思想行為好幼稚，講嘢唔係好識分寸嘅人啊！即係例如講啲咩，我都係垃圾，大家都係垃圾。佢係認真嘅。自我價值啦，個自卑心低到極點，然之後佢就將呢啲嘢全攻擊翻人哋咯。我同阿 Joyce 都試過去勸佢啊，即係話你唔好咁樣啦，咁樣即係會識唔到朋友啦，或者係人際關係會變得好差。但係佢我哋同佢講嘅時候，佢永遠都係覺得我哋係 mean 緊佢。點解我會咁樣同佢講嘢？因為佢平時佢同我講嘢都係好 mean。Alex 咁肥啊，減肥啦，仲食咁多嘢，你咁多脂肪仲喺度繼續吸收脂肪，你會唔會覺得好羞恥啊？即係我其他朋友睇唔過眼啦，然之後佢就話嚇呢個係我同 Alex 平時嘅相處方式嚟㗎嘛，咁樣大家都係咁噶啦，互相 mean 嚟 mean 去咁樣。依個朋友其實我哋都好重視嘅，係啊，我哋好重視。即係我哋你當就係你同你個仔傾偈咁樣。到而家仲 keep 到 friend， 即係同其他某好多中學嗰啲。學生咁樣，即係可能由細到大都係俾父母攞嚟比較啦，跟住又係有好多壓力啦，跟住就攞唔到好多成就感或者自尊心咁樣。
某部分的香港學生或者香港人會用這種方式去保護自己或者是攞回自己的自主心，就好像網民一樣，對吧？但是其實這一樣東西不是一個藉口，還有還有一樣東西就是假設尤其是我們做幕前的或者比較出名的明星，人家說被人面得越多就代表那個人越紅，所以大家不妨反下我和森娜啦，咁我哋呢、這個呢呢、這個反下我哋兩個啦。唔好話唔使啊，就多啲好評先啊，集住集住。世界上任何係啦，呢、這個題目就係、是、如果你可以 delete 永久咁 delete 世界上任何嘅一樣嘢，會 delete 啲乜嘢？點解我會咁樣諗咧？就係因為咧，我今日搭車啊，我咧突然間就好想 delete 一個時間一樣嘢嘅，因為我就係遲到。我哋講緊時間係黑度係嘛？時間依一嚿嘢。如果我哋世界上冇咗時間，冇咗時鐘，我哋可以唔需要準時噶。我諗沙塵咁樣做咧，世界會大亂。咁我就諗緊啊，有啲乜嘢可以為咗呢個世界好？我就想 delete 人嘅慾望嘅。我係有係。善哉善哉。我覺得大家都知道有慾望人就會去爭取噶啦，例如戰爭啦，或者我哋想要權力，依個都係慾望嚟噶嘛。咁但係依啲慾望轉化成就係一啲傷亡。有慾望，每個人都有，冇話好唔好嘅，係嗰個人點樣去達成佢呢個慾望呢一個先至係最重要嘅問題。頭先點解啦，係嘛？咁我又而家諗住講，我就突然間啊，覺得依個念頭唔好，因為慾望係可以提供我哋嗰啲。動力噶嘛，係咪先？啊矛盾啦，咁我唔知道觀眾想 delete 啲乜嘢啦，世界上大家諗下諗下啦，有冇啊 ？Owen， 誒有冇人啊？有我有，可能係仇恨咯。嗯 ，peace 係啦 ，peaceful， 咁冇仇恨嘅話，呢個世界咪好和平咯，咁咪好好多白鴿咯。雖然仇恨可以令到一個人都係算一種動力啦。sorry 啊 ，Alex， 譬如我好憎你，係。我好憎你點解咁靚仔？多謝。咁我就決定去整容。跟住然之後，呢個都係一個動力嚟嘅，都係。但係可能譬如個仇恨就係，譬如想殺人呢啲嘅，咁啊唔好咯，冇咯，冇啊冇啊，殺人真係。有冇啲係做啲好似暴快，好似幾開心？佢真係去殺人喎。有冇咩劊子手嗰啲咯？即係好似好想試下體驗無常咯。跟然後哇，即係人手分離咧，你唔會體驗。佢笑住咁講呢一句，我唔知道我應該點樣俾反應。但係好似如果冇咗仇恨嘅話，咁世界又好似真係太過和平啦，平衡唔到啦，物極必反。咁如果係以大家呢個道理，其實呢個世界冇一樣嘢係應該要被剷除。其實係，我覺得咧，所有嘢存在呢個世界都佢有佢意義。即係我發現，真係某程度上刪除所有嘢都係都會有佢嘅負面效果。即係可能有啲人佢有啲黑歷史好想刪除嘅，但可能就係呢段黑歷史造就咗佢今日嘅佢。即係或者可能打仗，就是因為可能打咗嗰一場仗，換嚟十年的和平。咁所以其實所有嘢都有正有反。暴力呢？哦，暴力咧？你大家都唔用暴力去解決曬成件事，咁成個世界咪和平？但是如果有啲不公平的事發生咧，我哋有法律噶嘛？係啊，好啲喎，我都諗緊，即係由即係戰爭啦、仇恨啦推到，我就喺度諗暴力到底係咪有必要嘅？你有冇聽過咩？你解決唔到件事，咁就要解決個人咯，解決製造問題個人咯。如果消除暴力，大家都可以用其他非暴力嘅方法去解決問題噶嘛？和平理性，和平理性，和平係咪？大家都可以傾啊嘛。如果你傾唔掂，咪走咯，大佬要打交，大家都痛咁樣，有反作用力噶嘛？唔係，其實當初點解會有暴力，係因為譬如話。呢度假設呢度六支糖，而家少一支。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傾噶嘛，我哋可以有一個人食少一支咁。咁你食少一支，或者我哋係咪先？我哋可以剁斷佢，唔係剁碎佢。我就係要食曬成支，我就係要食曬成支噶啦。我壞過你，我壞過海婷，我要連食三支。哎呀，嚟啦嚟啦，我嚟啊，我去買啊。咁你就去買啊。係咪先？咁你會唔強噶嘛？唔強你要，因為你用拳頭。強咪同你做朋友咯。咁呢個咪暴力咯，冷暴力。所以咧，係我哋要永久刪除嗰樣嘢咧，其實係人類。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有一集我係講星座呢？咁今次咧咪講星座，亦都咪講生肖，而係講命運啊！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可以改變命運流離。
你哋兩個一個。因為其實上次上一集就講呢個星座啊嘛，咁其實某程度上。kind of 都算是一個命定論的一樣嘢咁樣啦。究竟我哋嘅命運係咪已經註定咗咧，定係話其實可以改變佢咧？我就覺得一半一半啦。意外呢啲嘢，或者係可能死亡呢啲嘢，係 touch wood 先，即係可能係其實呢個係 touch wood 先。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啦。其實網上面有啲 terms 咧，就係話咧，你而家依個人生其實係你。投胎之前已經見過的劇本嚟噶，呢個劇係你自己揀，呢個係你做。你唔好咁樣先，信下先。依個咧係都有助你係樂觀嘅，其實即係有陣時有啲人會比較噶嘛。啊，點解佢咁靚仔啊？點解佢咁有錢啊？點解我咁樣啊？咁樣咁，但係你諗諗下，就可能係即係你投胎之前睇劇本，其實你滿意嘅喎，可能佢又有 happy ending， 但係你而家唔知咁樣啫嘛。我個人就會覺得係就算個劇本是定了也好，但你入面的個發揮都是自己的，可以隨時可以改寫個劇本啊！我下一秒讚下 Alex 靚仔先，哇！你好靚仔喎，嗱、啊，我改。因為我老豆是之前有學玄學的，跟住佢識睇少少面相同埋生命線，同我講有啲嘢咧係注定嘅，但係有啲嘢係會改變嘅，譬如話你個長相啊、你個面啊、走勢係都會變嘅，即係唔會變嘅，係啊，會變嘅，唔變啊，即係生命線有機會你可能開頭你測到好長，但係可能會變短，係隨住時間同埋你嘅際遇而去變嘅咯。我都有諗過呢個問題，我會覺得我自己點解好似咧冇一樣嘢好似個天點解要咁對我？生命滿希望，前路有錯。我嘅中學老師咧，班主任咧，佢講過一句嘢就係話咧，思想係可以改變命運，態度決定高度。我當初係仲未理解到嘅，但我慢慢咧，我會開始即係我以前發生過一啲好不幸嘅嘢啦，或者我嚟緊會發生可能發生意外，我會覺得。佢嚟咪嚟咯 ，Let it be，Let it go，Let it go， 即係所以我會覺得隨安而樂咯，同埋隨遇而安，係咯，同埋。但我覺得你呢個咧已經係比較樂觀，係啦，可能你份人啊，你有啲咁樣。我想講一個關於我朋友嘅一個經歷啦，唔係 my best friend， 佢屋企就發生咗啲好差、好悲傷嘅事件啦，跟住佢係永遠放唔低咯。有一句話就係咧，有啲人係用一生去彌補佢童年嘅創傷咯。即係例如我突然間諗到一句，就係話咩？你的樣子如何？你的命運也必如何？咁其實某程度上，我哋生而為人本身係有啲限制噶嘛。你諗住做 Michael Jackson， 但係你冇可能去到個高度噶嘛。例如有啲人一生出嚟係殘障嘅，佢可能注定冇得做運動員嘅喎，殘奧都可以啦。但係佢係冇可能做一個健全嘅人噶嘛。呢一個時代係冇呢樣嘢啊嘛，一定係帶有遺憾嘅咯。但係我又覺得呢樣嘢係咪？叫做命運是完全 100% 是命定呢，咁我又覺得你的靈魂一直操控緊你的軀體啊嘛，咁又點會是命運呢？所以我覺得一半一半咯，即係同頭先劇本嗰個差不多咯。心文，我講就總結噶咯。好，我的想法啊嘛，我 buy 你嘅，我覺得是50-50嘅，因為我自己個人對人生的想法，我就覺得人生是一種修行嚟嘅，即係我不會講話我的人生是特別好或者係特別差，哦，可能就是我。今次要面對，我冇任何宗教信仰嘅，但係我覺得可能係我今次要面對嘅我嘅一個議題咁樣咯。或者唔同嘅成長階段，你都會遇到唔同嘅議題咁。我睇下我透過呢一件事呢一個問題，我可以成長到去邊一度。咁點啊，歐文？你有咩最後感想啊？你聽完之後，就點啊？大家都要做翻好人啦，對自己。是無愧的，所以我們這裡七彩顏色，我們應該做一個戰隊拯救全世界，我們下次就可以做一個好的，這個是顧名思義，就是 Alex 他想積多些陰德，所以我們三個組大家如果想立刻積些陰德，有一個好方法，記得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我們的影片，我們今集就差不多，祝福大家都去做一個好人，拜拜，自由線報，拜拜。好，咁多位，而家系時間12:30。十二點半得唔得？唔係晏晝，係夜晚。我而家得翻一個感想，
我好眼瞓，同埋頭先嗰段令我眼瞓嘅 period， 我諗到係如果要我消滅一樣嘢，我諗到可以消滅兩樣嘢。第一樣嘢係我嘅黑眼圈，第二樣嘢係我嘅暗瘡。我本身咧著呢一套 outfit 咧，係諗住今日嘅拍攝係輕鬆搞笑。咁我哋由第一個 topic 一個好輕鬆跳到落去。生命的起源真的很優秀，很有趣。點知傾的 topic 咧咁 deep 咁黑暗，希望大家看完今集之後會有所得著。另外今天見到又見到小夫很多不同的一面啦。計落好像都未試過講咗咁耐關於哲學的問題啦，又講關於命運啦，又講關於呢個嘅永久刪除嘅乜嘢啦？大家記得睇完之後咧就 like 啦、comment 啦、subscribe 啦，跟住就 share 俾你嘅朋友，跟住之後就下次再見啦，拜拜！即刻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 M 21，兼撳著埋個鐘仔啦！